地上的话，受益一切改变来行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摇花地上的，也得，予恁满过天的难过。咱即个再回来读者，上帝的十诫，咱当心来受益改变。第一诫。我以我恁头拜上帝。第二诫。唔通着家己了解偶像，阮天顶地甲地主来所归你，拢唔通做伊的像，唔通敬拜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你的上帝，我唔通雇佣阮天下的上帝对我，我唔有我的看顾伊的日子，伊得要命到三时代，叫我受我的爱命。第三个，唔通人三心了我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人三心你的名呢，叫我的头过来无罪无罪。第四个，有意你还有意修理罪事，让你来应该有我，注意一切当都都得起，就是要让我你的上帝来修理的。
什么我拢免惊。主啊，我也感谢你，在我的人生过程中，主你甲我讲，我乃有好朋友，亲像怎样，怎样，因为每一位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的承接土地，是主你将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民的这个土地来享受在我的时阵，主，我搁再一次来深深思考。我有温柔吗？我来当来承接主你所这个创造的土地吗？我也看到在大环境的内底，还是我那无温柔的对待，也因为安尼大环境的下面，主我看到。真正天气的变化，造成人嘛有侪侪的损失。因为主管知，因为阮人的手所做的，阮无甲好的是主，这个大主人是你所创造的，伊会甲阮讲，伊会家己甲阮讲，主你透过做大主人来启示阮，什么是好，主啊。我也愿阮会当将阮温柔的心，无论是伫啥物时，拢会伫通甲人、甲主你所创造的人民来互相疼疼。因为主阮知，你要甲阮讲，只要阮愿意，这个土地是阮所欲承接的，也愿阮会当共款。从这个土地所承接的，我会当来驾驶我的时代，不管每一个时代的过程中，我伫承接的顶面，我会当保佑伊有好，真多助力，好过前两个路途。此外，我也知伫信仰的顶面，我需要听，搁来行，愿助力会当互我今仔日做着主所讲的。我阮会当除了听以外，阮会当去付出阮的行动来向前行。主，我来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祈求。阿门。今天我们所在的教堂的圣经是
伫马太福音书五章一节到十节。马太福音书五章一节到十节。咱做伙来看，耶稣看见遐个规定的人，就爬就山，已经坐伊个学生就坐哩，伊开嘴假是因讲，心内爽通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受安慰；稳定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承接土地。要去打金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爸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怜悯；谦卑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看见上帝；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成做上帝的子；为着伊捌受苦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咱今日要来做伙读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书五章五节。咱做伙用台语咱来读：阮的父啊，有福气，因为你要承受苦难。华语咱来一遍：阮的父啊。